是我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新华小学在2022年10月4日这一天，迎来一年一度的儿童节。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烦恼，来到新华小学校园，感受儿童节欢乐的气氛。儿童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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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amat Hari Kanak-kanak! Happy Children's Day! Selamat Hari Kanak-kanak! Selamat Hari Kanak-kanak! Selamat Hari Kanak-kanak! 儿童节快乐！我希望可以收到许多糖果和零食。我想要一个洋娃娃。我最想要的就是可以吃不完的零食。我想要拿到一个电话。我想要拿到玩具。我希望可以收到一些 Lego 啊、零食啊之类的。我想要拿到100钱。我想要拿到书。只要是礼物我都喜欢。Lego， 我想要拿到玩具枪。搭车，拥抱。大人也可以庆祝儿童节，因为大人也曾经是小孩。因为大人也有骄傲。我可以让大家可以让，如果他的心里面存着一个小孩子就可以了。大人也可以庆祝儿童节，我们儿童节会收到礼物，大人也可以，因为他们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因为大人曾经是小孩子可以，因为他们心里面也是有住着一个小孩子，只是他们藏起来了。因为儿童节是小孩子的。我觉得大人不能过儿童节，因为他们已经超龄了，大人应该过大人节。可以，因为他做工很辛苦。让我们来听听本校董事长拿督吴全友博士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各位同学，今天是儿童节，很开心的能够和各位同学一起庆祝这个儿童节。今年的儿童节比较特别的，我们的老师们特地录个视频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开心的能够看到这个短视频。我希望今年的儿童节给你们一个焕然一新的、特别的，还有一个很开心的儿童节。谢谢。主席好，我是吴国兴，新华的小记者。我想问问主席，您是如何筹备今年的儿童节？吴同学好，我们呢3个月前就成立了筹委会小组。跟校长啊、副校长开会讨论今年儿童节我们要准备怎么样的食物、还有这节目等等啊。过后我们就分头行事了，一些人就找热心人士去捐助儿童节经费，另外一些就找商家赞助啊、这些食物等等，还有另外一些人就上网购买这个物啊。当然最后我们也会安排足够的人手在儿童节当天呢来帮忙学校啦分配食物。校长好，我是吴国兴，新华的小记者。今天是儿童节，大家都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也是国家的希望。我想问问校长，您想通过这一次儿童节庆典给予学生什么勉励？好，国兴同学您好，我们新华的小记者，在这里呢，我希望我们的新华小学的学生呢我们说他们都很幸福因为校方呢有特别为他们庆祝儿童节。那各位同学我们学校都有教育同学要养成好的品行性格等等，所以呢同学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养成文明有礼貌高尚情操的好学生。那么除此以外呢，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塑造之守信遵纪守法，那么
养成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学生。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从小就打好这个成功的基础，那就是所谓拥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勤奋学习，常常思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学生，做一个心智健康、品学兼优、塑造品德健全的好学生。对于董家教在筹备这次儿童节当中，您有何看法？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要代表我们新华所有的老师以及学生，要感谢我们国荣新华小学的三大机构，那就是董事部、家教协会以及校友会，他们落力的策划以及筹备这个儿童节。因为有他们，所以呢，同学们才有丰富的能力。除此以外呢，我也不忘感谢我们的著名的这个奇美烧包的董事主席，就是拿督黄天宝先生，他包下了1000个烧包以及蛋挞给我们学校的同学享用，这也包括食堂业者夫妇，亚兔公司，还有其他的热心人士等等呐，所以我们的同学都很幸福，当天有好吃的、美味的，有冰淇淋、苹果、烧包、披萨等等，他还有的玩，那就是各类的旗帜，不同的益智旗帜。当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茶点让同学们在班上呢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了。所以感谢我们的三大机构，谢谢。谢谢校长。于副校长好，我是卢博希，新华的小记者。我想问问您，今年学校放宽后的儿童节和疫情期间的儿童节有什么分别？今年的儿童节在筹备上有什么亮点？好，谢谢小记者。那么疫情前的儿童节呢，学校还是进行儿童节的庆典。那时候由于同学们都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因此儿童节的庆典也只能够在班上进行，大家只能你望我，我望你，多么的无奈啊。今年放宽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学生会聚集一堂，一起庆祝儿童节这一个大日子。此外，学生也有机会与同学们一起观赏电影、领取人物，并遵守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在班上进行一个回忆满满的小茶会。希望放宽后的儿童节呢，能够给同学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重拾往日儿童节的喜悦。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感受这一个充满欢乐的儿童节。谢谢小记者。谢谢于副校长。最后一年庆祝儿童节，我很开心，同时也很伤心，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年了。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度过整个六年级。很不爽。感到很开心，因为可以在最后一年和大家一起庆祝儿童节。我感到很开心，因为可以在疫情过后跟同学一起过神奇的儿童节。有一点伤心，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年的儿童节了，但是又有一点开心，因为我要长大了。今年是最后一年的儿童节，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我感到很开心搬到这间学校。我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在最后一年庆祝最后一次儿童节。我很开心，因为我今天收到很多礼物和食物，也是要感谢呢那六年教导我的老师。很开心能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与全校的同学一起庆祝儿童节，也很感谢校方让我们有机会举办班级茶会，让我们在小学最后一年有个难忘的回忆。我希望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这次儿童节，我也想谢谢所教导过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的儿童节，因为这次的儿童节是我们全体六年级
期的最后一次儿童节了。我们很感激校方为我们精心筹备了这次的儿童节。我要感谢这一年来教导我的老师，谢谢老师们的教导。我很开心能收到校方给我们的恩物，我很喜欢。祝大家儿童节快乐！